教练，这是在练什么？这是在让他们玩一些反应的游戏，然后还有中间还会加一些体能，因为在跑会是耐力的感觉，对啊，所以让他们去追逐，很棒的游戏。好了没？教练，你要隔壁的弟弟，你要玩吗？没有玩游戏啊。要打球吗？我刚刚打电话。要打球了。啊？不是，我名字。要那个球的。
不要。不要了，球。名字。好来。名教练没有过来吗？好，赶快，他还没过来，就让你们再玩一个。来，等一下，玩鬼抓人。手牵手的，有没有听到？活动范围是整个球场，阶梯上面不能跑上去。好，一个一开始我先说游戏规则，一开始一个鬼去摸到了那一个人之后，你们两个人的手要牵在一起去抓下一个人，抓到人的同时手不能开掉，如果开掉了，抓到那一个人就不算。听得懂意思吗？所以玩到最后会变成全部的人围一圈再攻一个人。哦，好来，我去领当鬼。随便跑。你谁不抓？你抓他！好，去抓，去抓！抓到了，抓到了！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来继续，牵起来，牵起来。Yeah.
你们五个要去布阵一个网子，我不想去追着做。怪把最近的。好，我们要把谁？哎呀，你们五个要牵起来，要牵起来。我要这样走方向啊！要牵起来。哦，是，谢谢。不能到楼梯哦，不能到楼梯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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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，展开展开。不能上来，不能上。三个。Thank you.
消磨，让他们顺便热身，因为没有什么做操，所以就让他们玩这个会流很多汗。可是过程也有在动脑。对，就是要有默契，然后你也要讲战术。对啊，还不错的游戏。